红烧。哦。小妹妹，你不要吃那个，哎，不要翻过去了，那个吃那个沙发。妈妈又大不出来了，每天都在做饭。一二三，要顺掉。哦，这个一直在发旺。差一点。哎，你在摸五条，我在摸八万。阿嬷嘞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有事叫主权的。摸到炮盘。那、啊、我都跑到哪里去了啦？哦、我一直在摸六那个八万六万，还会被扣分吗？卖臭呢！给你什么？不要。哦，我安全下装啊，六条没了。白皮在谁那？仓库没出来。哇。他说不用了。
那也不行。小妹妹，你又不吃，你给他摸。来，就这个。哇。天亮了。来。天亮了。妈妈都关灯。好。他等下撒手哦，放这边了。放死了。没死啊，就是这样。牌还好烂呢。你妈要扔的。他扔光了，他什么都没。字已经在那里，你觉得我应该是没事。续播的牌。姐姐给我来这一只。对，不打那个。就打给你看还是有道理啊。哦，我猜对耶，你单调哦，漂亮，因为我好多对都碰不出来。我本来不想吃的，我想说玩碰碰胡，那你说要不要玩等多久？刚刚要你都不出来，要碰的时候都碰不到，不碰的时候一直摸。嗯，做的也是。早上应该是除夕那天还可以洗头洗澡吧？砰砰砰砰，小鸟。那一天除夕就明天了，除夕啊那一天。对啊，明天我说明天再洗头洗头啦。妈妈，那我们赶紧出来。就一只什么东西，我下面去办。啊，他丢了一个，也是丢钱。三十万。哇。宝贝。哦。哎呦。哈哈哈！猜。啊。永康对不？是啊。冰淇淋。你爱猜啊？听你爱个，我在养永康。是吗？是啊。对。嗯。嗯哼。哎，嗯，然后这一颗又是什么？我们把它吃。哦，你要吃啊？来，你以为呢？哎，脏啊！我从地上捡起来的，你来。哦，很紧嘞。妹妹啊。然后那些玩具有没有消毒啊？没有，那丢，那丢掉了。从下面拉出来就把它丢了。嗯，早晚打，早晚都要打。完全丢不进来。你打七孔。对呀、啊，我一想是七孔，漂亮。还好你先打，我先看到吧。我买丢。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哇啊，还要啊、哦！很脏哎，看到了吗？那个。
西风吗？你的妆吗？还是谁的妆？